係啊，我見到有好多隻牛咯，有水牛、野牛，但係我唔識分。咁頭先都有幫你影相，跟住仲要見到隻牛屙屎。今次第一次上嚟大佛，好似學生時期去旅行嘅，即係回到童年咁。平時應該少啲嘅，除咗我有次翻倉咧，我之前同 friend 夾粉租倉嘅，租佢工廈。嗰次就係咁啱，我翻去嘅時候停咗 lift， 跟住但係我又要翻去，因為已經冇車搭翻屋企，咁又要翻去。跟住我變咗行咗24級樓梯咯，即係都行過。似學生哥，但是有啲遺憾嘅。上到嚟咧，見到個大佛，嚇、啊、大佛咧咁，佢圍住咗，有啲可惜。其實幾舒服嘅，因為呢度都幾水清沙幼咁樣，水清沙幼唔係喎，應該風光如畫應該話，係咯，好似山水畫咁，其實 OK 嘅，同埋好少會呼吸到大自然嘅空氣咁樣咧，跟住終於啊可以。去到上到特登上去个大佛嗰度，跟住冇乜人嘅时候，跟住都除下口罩啊，呼吸一下咁样。都冇啊，都系谂住转换下心情咯。因为前一排其实个心情都几 down， 发生咗啲唔系咁开心嘅事。咁近排都开始顺翻嘅，咁所以就啊，不如打下鼓转个大运咁样啦。系啦，一个香油嚟嘅。其实都想嘅，同埋头先都有少少可惜嘅，因为我不嬲去亲啲寺庙嗰啲咧，都会想求签呢样嘢嘅。咁唔理自己系咪真系好神心啦，咁因为我几信求签呢样嘢，因为次次都几准嘅。同埋有次就系我喺台湾求咧，求咗两次两间唔同庙嚟嘅，跟住一次就系一个万事如意，一次系美签大吉，跟住咁完全系零签文噶嘛，直头签文都冇得攞走咁样，跟住就。死啦！咁即系点咧？咁样系咪真噶？定系玩我噶？咁我都想再求一下，究竟系咪真嘅？睇下会唔会香港同台湾有咩出入咧？咁样。